每逢星期六和日下午3点到8点，佩妮和你一起进入时间的河，永恒的爱。唱韩语曲的唱法比较不一样，是的，我们会觉得这两首歌都是慢歌啊，对，应该都是同一个方式是吗？不会的，喜欢蔡琴是因为她在某一些方面她做的挺棒的，这样好像你的眼神，很多人会说，哎呀，我很喜欢这首歌，可是我声音不够沉呢，我怎么唱呢？对，其实我觉得不要紧的，我们就本着自己的声音，从自己的声音里边出发，唱出自己的味道，也是很好的。是，所以这首歌虽然它也是慢的，韩语曲也是慢的，不过这首歌在句子气息的带动上就比较直接，它虽然还是在连贯上，这个 legato 在这个 phrasing 上还是有一定的要求，不过那个的感觉就比较深，这个就比较直接，它
插进去，所以就会有不同的一个效果了。明白。所以就是也不用说自己的声音压得不够低，所以故意去压声音。对，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压声音，因为每个人的声音都是、我们说只有一个，都是很有特色的。你从自己的这个特色的声音里边找寻你最能够表现最舒服的那个感觉去做。明白。啊，这样子的话你带出来的感觉也会不一样。好的。是的。好，非常感谢美玲的解说。下一段我们再继续聊，我们先进入歌曲跟广告。代表我